中国疫情防控平稳转段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，中国经济成绩单分量足，成色好，既有量的合理增长， GDP 同比增长 5.2%， 在主要经济体当中名列前茅，仅增量就超过6万亿元，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，又有质的有效提升，消费主引擎作用凸显，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，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，新三样出口额突破1万亿元大关，既有稳的坚实基础，具有超大规模市场，完备产业体系，近9亿劳动力等优势，增发国债，减税降费，降准降息等政策组合拳逐步发力显现，又有进的广阔空间，未来十几年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8亿，数字经济规模2027年有望达到15.7万亿美元，一批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，中国经济崩溃论一再崩溃，中国经济见顶论毫无事实根据，不管是关税战、科技战、认知战，都阻挡不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脚步。